我知影，这个故事就是在讲，有孝是不用嘴讲的，应该是在心中，有爱敬重，对吧？嗯，无唔对啊，不只是心中，爱有爱敬重，这行中也需要有孝顺啊。孔子曾经说，在孝道之中，晚辈对长辈爱上报恭敬以外的信息，是最困难做得到，也是应该都爱做得到的代志。像我阮阿娘，有家有亲有大，虽然态度全部上敬重，关于伊的做法，是不是算是有效呢？头家，头家啊！哎呦，谢你谢你！这儿女如果若是对父母态度冷淡，言语不敬，使得父母生惶恐心、烦恼心、羞愧心、悲愤心，就算是一时霸乱，也袂用得算是孝顺啦。这，小弟，小弟。
是稀烂车，就我啊！哎，算了，你看，哎，这里啊，这船是不是应该暂停一下，比较安全呢？哎，人客官，这船那停留在这幕后浓雾之处，别惹来船尾落海之祸啊！真有事，这体啊不可，哎呀！安怎嘞？哎呀，告诉你，哎呀，眼看飘，海海千千，这里，地是潭，钓如海鹰，哎呀，这里。上心安住，上心安稳，我会将这船告诉各位，大家一定会平安啊，放心啊！哦，咱大家应该都要相信船夫的老经验啊。对啊，那呢，咱大家将心并进，将心交予船夫，只要不慌不乱，心诚意切，相信菩萨必能助咱脱出苦的啊！好。心惭愧，我真不该在船上面了感觉真惭愧的心，我自作自受的感受啊！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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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菩萨。现甲甲他人，孝弟孝甲甲自己，不知不觉开心去。上危险的海域，一声总算是风平浪静哦。谢谢老爹，老爹。对，只要大家时时能将心安住，冷静起劲，就能保险如意啊。是啊，这佛法的玄妙，尽在这天地之间，何
险万象，只要有心，即关即见呐。天旷阔，犹如属一方的水流里呀！这海映满天，天色晴哪里？天波动影，如莲香哎！这暗面似风，是风雨。心焦破浪，无自心啊！我看这世上最变化莫测的，就是海燕；最空旷，嘛是海燕。不变不济啊，无唔对。不过，我却认为比海燕更加变化莫测，又更加更快，就是天啊！哦，啊，是啦，你看，晴雨在一帮里啊，又变化了。其实啊，也阁有比这天更加变化莫测，又更加更快啊！哦，比天也阁较快，更加变化莫测的。哪有可能啊？那是什么啊？就是人的心嘛。啊，有道理，真有道理呀！哎呀，各位呀，您看，面头前一座大树就是普陀山呢。啊，终于到了！我终于能亲眼所见，真是不虚出现啊！咱这次令有缘来到普陀山朝圣，算是观世音菩萨因缘来的啊！不只是因缘而来，而且是共度诸行，来此向观世音菩萨问法，所以讲这就是咱的福报啊！吴公主啊，这朝山已过，阮也爱回乡去咯。是啊。感谢五公主一路上讲这么侪故事，与阮分享，咱就各自奋斗了。各位，
我也要感恩这厝人，甲大家共同处下。各位，咱就有缘再见咯。五大处，咱有缘再见面咯。两难半乡几年前，风吹翠屏几万年，红杏地中莲花点，喜笑几难在眼前。情深就是基建不逢，人有轻浮就是心境不正啊。三花人情怀，思念自拔来，待生情缘做连带。我看面前这位师父意思眼前已变情，头念已求我是远道而来，我有事想要请示师父啊。请水母红啊！师父，这座寺庙名言不轻去观音寺，菩萨既然就不轻去，那么菩萨为何数日拢住伫个普陀山中呢？那安尼菩萨拢去什么所在出入呢？这就无一定咯。哦，有时在云中，有时在莲上，有时乘风来，有时踏浪去，有时卧九眠。有时林中吟，有时不言不语，化无声为无尽意。有时又寄托于禅音妙明，需要用心静聆听。这师父，我也是不解呀。施主来此，有何愿望呢？我真想入去观世音菩萨啦。哦，你想要见菩萨？是呀，我有真多疑问，想要请示菩萨。可是菩萨今仔日一透早就出门去了。哈？菩萨去倒位呢？菩萨讲要到木莲川啊。木莲川？师父啊，我就是对木莲川来的啊。哎呀，师父，我哪会如此？以菩萨眼前，竟然跟菩萨错身离过呢？施主安心啊。并未错心离过，菩萨是无所不在呀。您只要有心，
必然缘分深。你若现在赶回去，绝对来得及见菩萨。菩萨将要去一位五师祖的家中定住。哈？五师祖？阮怎啊来？嘛只有阮这户四五，敢讲菩萨是要去阮家的？新房六又一菩萨，可解千苦万劫。菩萨是四处示现呐，爱修行。师父，什么是菩萨四处示现呢？啊，我知影，哪里？我得赶紧倒回去，我要把握难得这个机缘。好好敬仰菩萨衣钵佛印呐！哎，唔对唔对，师父，我也未向师父请示菩萨的特征，伊的穿衫模样啊。施主啊，你今天若回家了后，看到一名鞋啊倒穿。衣服换穿，而且别发蓬松散乱，满面撩纹，为你温一锅茶，烫一鼎糜的迄个富人家，伊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哈？什么？我敢有听唔到？观世音菩萨，咿呀！菩萨端庄，作为转的换穿的啊，衣衫衣，别话三乱，了云涌雨，杂物混淆。菩萨为故众生落心落力，山有异地，再顾自己的心意呢。哦，原来是如此。